周志康、孔德贤和王红英日前为2020劲歌金曲优秀选第一回担任司仪，三位主持经验丰富，应该难不倒他们。不过说到担任大秀司仪，小林和 Danny 都说有点担心，幸好有阿康在身边哦。我一开始进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劲歌的时候就问他很多很基本的东西啊，他就会教我很多他跟那个歌手的关系啊，对音乐的了解啊，每一次开始之前都去看一下资料，这种就是我们看到的观察到的然后就去学的东西。说真的，你真的是我偶像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在我们在那个超级巨星，我就已经觉得你很棒了。谢谢。对啊，镜头面前蛮会讲话的。我们真的是从小看的在这个节目呢，阿康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定的，就是不会出状况。而阿康对两位新生代主持的表现同样也是称赞有加。其实他们是非常棒，因为他们是那个节目出来都是经常要说话嘛，所以他们谈吐是非常好。当初我第一次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，一开始的时候蛮抗拒的，因为真的很紧张，然后很不了解说话是怎么样。那时候我是比较多机会是唱歌嘛，突然之间要说话变主持人是很困难的，所以他们真的很厉害。可以怎样让他们可以跟歌手们的关系好一点？其实就不要太有礼貌了，因为这你太有礼貌的时候他就会很有距离，对，有距离感。你要跟他做朋友的话就要诱他，还有跟他说一些生活的东西啊，比如这样就可以跟他们 fan 了吧。